你在干嘛去？我不敢瞒你，我要揭发我。没有，就是不想让我父亲知道你在揭发我，是不是？我想让你忘记仇恨。这种仇恨我是不会忘记的，我是不会走出这条路的。你。 好棒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觉得郑好跟景琰演得很好，因为他们始终在情感里，郑好的最终要目的就是我爱你，景琰也是我爱你。哇，看嗨了哦，郑好这些立住了，太好了，可以。哇，一开始上来他是爱，很正常进来。佳楠。 然后只有搓到自己内心才会啪一顿，那我头恨我是不会忘记的，我是不会走出这个家门的。这太变态了，太好了。郑好，很好，你真的有一种超乎你年龄的这种成熟感啊，演得非常好啊。但是我刚刚想再给你出个难题，蒋冯媛这个角色啊，跟你距离太远了，因为你平时很老实，我想让你演个小流氓。 我让白露来给你配，我们家两个当家花旦啊。然后喜剧，你要撩他，他是校花，长得特别漂亮，在上学路上拦住他，你要怎么样来让他答应你一次约会？这是你的最高任务。别别别，有一脚把门踹开，就是家风人。这不是我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白露，好久不见啊！刚好来之前我看到一朵花，就摘下来了，没想到就碰见你了，缘分啊！干嘛啊？白花，大哥。说。 这一个学校好久没见你了，我昨天才见过你。那你说明你眼里有我呀。在干嘛？哎，这么久没见了，别这么着急就走嘛，好歹也是同学，对不对？想说什么说。没想说什么，就是我喜欢你。这么直接？没有前奏吗？ 前奏都铺了这么多年了，不也没铺成吗？不是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吗？白露花，你知道我的学校里多少人追吗？啊，你跟我表白就拿一朵破花。
街上我真让我外面门口等我一会儿。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学喜欢到现在那个男的。 我给你回啊，嗯啊，嗯嗯啊，这样，回来，哎，打完了，啊好啊，请我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都行，最贵的，行，走吧，走啊。 挺好的，正好还挺棒的，读书没少泡妞啊，没有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去等待结果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OK， 拜拜，这就是红星美凯龙送来的意大利设计师款沙发，简约而不简单，以后看剧本就来这儿了。好，现在进行孙俊豪角色的试镜。 有请演员周露拉。辛苦辛苦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他很棒的。好，我先跟他们预告了一下，说你很棒的，你演砸了砸我招牌不行啊。完了，又让人家捧杀我。<笑>吐舌头，卖萌，现在竟然。好，看周露拉的表演。演员周露拉饰演孙俊豪。 孙俊豪是个勇敢无畏的武将，一日在上战场前，他将自己的爱人滴珠托付给情敌古野。干嘛？你在我这儿是好是坏，尚无定论。但滴珠对你的好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是最清楚的。